这一战啊，会用讲是和清朝兵呢反败为胜。啊，陈化成呢，啊，因为安尼啊，立了一个头等功。啊，他兄弟众人啦，拢咧等着新闻，赶紧奔落来。啊，等来等去，总算是等到这钱奔落来啊！啊，经过一层一层的敲破，啊，到个陈化成的手内的新闻，唔是五百两，变作五两。啊，周世英甲遐普通士兵更加可怜，达个领一两银啦。啊，唔过，啊，这陈化成的运气还阁袂歹，因为这件呐、啊，真勇敢。立了一个头顶功，所以就提升一级。嘉庆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803年，陈化成27岁，经过提拔，作为金门殿标友爷把总。